Cheers！ 祝福我们现场所有朋友，2014年让我们携手齐心，再创巅峰。银行工会以及我们所有的会员银行，可以说是政府以及我们所有相关行业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银行的重要性有多大，以及金融机构能够给我们各行各业的帮助有多大，各位不只要从数字上去看，也要从很多具体的一些故事去看。如果你从数字去看的话，我们当然可以讲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透过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我们透过一些创新的措施，包括最近金管会所提倡的金融挺创意这样的做法，我们是实质的帮助了台湾许许多多的企业，他们在发展的时候或甚至创业的时候的资金需求。但这些都是数字，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数字背后的故事。我相信各位在你从金融业界的基层做起一路过来的历程之中，一定遭遇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经过。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只是说每年创造了多少营收或者是成长率，我们更重要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帮助了台湾经济发展所由已构成的那一个整体。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都需要我们独具慧眼，像伯乐一样的把它从无数只的马匹之中挑出来，让千里马得以奔驰。如果说我们工会能够这样去做，我们的银行能够这样去做，那么政府当然对于我们银行的支持会不遗余力。刚刚我在进来的时候，有媒体朋友问我说，院长，你真的要鼓励我们银行业去打亚洲杯吗？我要告诉我们的媒体朋友以及我们所有的会员先进，我们当然要去打亚洲杯。我们不敢讲说我们哪一天可以打到世界杯，可是我们必须立定这样的志向。就像我们台湾的其他的许多的活动或者是行业，我们是有办法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竞争者。就金融银行产业来讲，我们难道要说我们哪怕是再过30年50年也出不了一家像样的区域的亚洲银行吗？我不相信我们没有那个志气。相对的，相反的，我在今天这个场合能够有机会看到各位全国金融业界的精英以及先进，我非常非常期勉大家可以共同努力，让我们在未来几年之内就创造出一家足以进军亚洲、成为亚洲著名的区域银行的金融机构。而在类似这样的一个自由竞争跟开放的环境里面，我们将来要把台湾的金融产业整个做大，只有把饼做大，我们的经济才会有希望，我们才不会坐困愁城。这个是我们的新年新希望，也希望大家共同勉励来达成这个希望。最后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平安，万事如意，谢谢。